今天和叶梨一起玩抽抽乐，抽抽乐是叶梨制作的哦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和伙伴一起玩。这里我抽到了大冒险，我的任务是需要绕格子一大圈，这里我加速了五倍数，这里要稳稳地走哦，不然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。快到了，嘿嘿，我要用咸鱼捉弄一下叶梨。现在到叶梨抽了，再抽一次。这里问的是有没有还没实现的梦想，叶梨写的是达成150,000订阅数，我相信大家的梦想都会很快实现的。糟糕，抽到了气球炸弹，叶梨下一轮不能抽，这就代表着这一轮我需要抽两次。我抽到了用这四个字来打出英文单词，简简单单。原地在游戏里跳15下，我跳我跳我跳跳跳。五代表没有任何东西，那到我抽了。怎么又是气球炸弹？88味的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味的88？其实我俩个都不想选，隔着屏幕都已经隐约闻到了88味。巧88味的巧克力，因为我不想吃真正的88。叶梨连续抽到了3次5。哎呦我的妈！这里我抽到了传送门，我需要跑完整个跑酷，而伙伴可以在旁边的传送等着。每个距离都有一个存储点，不用担心再来跑一次。过程太长，所以我就加速了。叶梨玩的过程太长了，所以后半部分我就跳过了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组队一起玩哦，最后可以点个赞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拜拜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